露营地上其实是没有名字的，你只是定的时候定一个区域，然后呢，在这一个区域内，你看到贴这个橙色标签的哪里没有人，你就直接过来就行了。应该是先到先得，然后你的船要放在比较明显的地方，让后面的人知道这个露营地已经会被占了。很多人的帐篷都已经支起来了，现在才下午两三点。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空的露营地，然后准备上岸。好安静，这里没有什么人，然后空间都很大。趁天黑之前，先把帐篷搭好，用帐钉把它固定在这个土里面。然后这是 Ripon 的帐篷，是96年买的，是超轻的雪帐，上面还有一个出气孔，就是防止下大雪的时候把帐篷埋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呼吸通道，防潮垫呢也是有十几年历史了。这。6点多了，然后在水里泡了泡，这个全身都清新了。然后现在开始烤肉，排骨已经烤好了，再配上自己做的全麦的面包，然后加上一些西红柿，还有青菜，就可以是一顿完美的晚餐了。
现在又到了昨天的水坝的地方，然后要抬着船走了，走一截了，然后扛到另外一个小的湖面去。哎呀，坡头那头的营地太难找了，前面有三个都被占了，在后面还有一个，终于找到了。哎呀，到了，可以。哇，哇，
早上6点就起床了，然后这个太安静了。昨天晚上帐篷旁边有很小很小的脚步声，可能是小动物，我是觉得特别害怕。哇，希望待会儿出了太阳就好了。这边的林子更野，更没有什么维护，然后还有好多漂亮的植物、小果子。这是 Finders Lake， 这边没有露营地，因为这边水草特别多，然后水也比较脏，然后不适合露营，还有野生动物。可以吗？哎呀，这个地方上岸太难了，这个叫 pond 池塘，全是沼泽，然后满是蚊子，被咬得非常厉害。然后路呢，要走1480米，也是相当困难的。